唯信走进生活，喜忧不再寂寞。八戒腰身一变，王上最帅的帅国，最帅帅国。二师兄，你都长成这个样子了还帅呢，怎么着人人都夸俺帅，叫俺天蓬元帅。看见了木有，帅他就是那么任性。哎呀，徒儿别闹了，我们这是到哪儿了？该化斋了。师傅，让我查一查国公案。附近有村叫普林斯屯，网上说了这里全是妖精。普林斯屯，好了，一会儿会有网友来送斋饭。啊，师傅还有网友？嘿，这你们二位就不知道了吧。咱师傅成立了一个西天取经群，那粉丝海了去了，走到哪儿手机一摇，那粉丝就蹦出来了。哎，俺好像是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儿。哇塞，还有香水味呢，好像还是香奈儿 Number Five。主是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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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是
瞧这小样子。等等，我来接个手机，微信。大胆妖精，来跑！你怎么把李师傅打死了？我就接了个这微信的功夫，这微信害人呐！师傅，他明明是妖精。拉倒吧，哪来的什么妖精？分明是个猴头，想吃人家豆腐不成，他就报复。为师我一定要把你逐出师门。师傅，不要，不要。我先 stop 了，还可以过一段时间，还可以过一段时间，还有几分钟，还有一段时间吧，他没有了再用怎么办？我劝你找个时候赶紧，这时候就赶紧换。对了，我还开了一个笑话群，天天都在讲笑话，好玩的不得了。要不我拉你入群好了啦。这个麦哈哈，你就是那个笑话群的群主，知道俺是谁？俺可是天蓬元帅。
明明知道猴头又笑吃人家豆腐，不成他又报复。我一定要把你逐出师门。不可不可，Music. That's amazing. Oh, God. Oh, God. Oh, God.